搞错了，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拉多恩。今天晚上呢，是我们的第一次录播。走起来！他会和刘花老师一起，为大家奉献一首我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叫做《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》，我来这样，刘花老师来唱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好，我们要扫码进来。啊，我们终于进来了，我们终于进来了。现在呢，先溜达溜达，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录播的群众现场。好多的衣服，这是服装室，这边都是京剧的道具集合地。能够买点东西的小卖部，我们买点什么好呢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演出放映站了。那这里面有专业的医生，然后保证我们的防疫安全。好，前面又是我们在等待入场的观众。今天他们一波一波的进去。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化妆室，还有我们的化妆间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化妆室是的，号称央视的盒饭相当好啊，采访一下是不是很好啊？很好吃，真香。兄弟，说句话。说些什么呢？新年快乐吧，那就。那新年快乐。那就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这些化妆师都非常的优秀，然后所有的春晚的大部分的演职人员都是由他们来画。怎么样？圆满成功吗？今天演的还可以吧，还是有一些可以更提高的地方感觉，是吧？嗯，对。那就后天加油哦！后天加油。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春晚，所以呢，虽然排练了好几次了，但是还是很激动，很开心。然后那就等一下，因为来的有点早，现在才5:40多，所以。我们的节目是第24个。